那个小镜子，如果真的掉在他的房间或者地道里，我和他的事情就暴露了。小玉，你先别着急，先把他套住，然后我们再想办法。今天晚上16监区有个犯人学习会，要不然我去那里看看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不行，太显眼了。 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和程部长通过电话，鉴于新锦屏目前的情况，上级任命你为农场的副厂长，接替文杰的工作。任命马上就会下来。程部长的意思是让你尽快进入角色，开始工作。那彭书记的事呢？有没有什么说法？ 目前还没有，我想很快就会有的。既然上级对彭书记的事儿还没有做出什么结论，那就说明彭书记的事儿还在调查当中。应该是吧？那文大姐牺牲的事儿，要不要跟侯正武说？ 说，让他彻底放心。其实，文杰和马大虎的死，我和你说过的。侯仲武他早就心里有数了。 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本来没想来。 怎么会在你这儿？ 我，在我宿舍里找到的。怎么会在你宿舍呢？我还想问你呢。哦，我那天上午给16监区送了份文件，你不在办公室，我就去你的宿舍，你也不在，我看见你的窗子开着就跳了进去。 我想看看你有没有脏衣服，帮你洗一洗。没想到，小鱼，我要告诉你个秘密，在我宿舍里找到一个地道口。地道口，他能说出宿舍里有个地道口，这个举动不一般。他是不是识破了我们的动机了？小雨，不管以后做什么，你一定要小心了。嗯。彭浩的事情，他的下落，你那边会有人特别关注他的。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好这件事情，一定得处理好，明白吗？放心吧，老首长。 我知道怎么处理好这件事情。你说对了，内鬼正在搞火力侦查，彭浩的事情也让他们大伤脑筋。看什么呀？啊，厂长，这个不太对吧？怎么？你看，厂长，我们三中队原来是驻守在青石坪，你怎么把我们贴到乱石山顶上去了？小子眼神还不错啊！因为我来厂部前啊，就在那儿驻守。小美，哎。 这是我们的新的防御计划，部队换防啊，这可是军事机密，不要乱说。厂长，你放心，打死我也不说。嗯。姐夫，你找我有事儿？阿慧啊，来，快坐吧。嗯。我们目前的行动处处不利，很是被动。 你阿姐这几天心情一直不好，这个我也看出来了。姐夫，你赶紧想办法。是要想办法。我和你阿姐琢磨，为什么我们处处不利，到处受阻？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对新景平的了解太少啊。可是我们的内线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。 那倒也是，可是我们光靠内线，毕竟身单力薄，弄不好还会暴露。如果说我们能从新锦屏那边策反个共党分子过来，这太不容易了。嗯，其实。 说难也难，说容易呢也容易。姐夫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如果真想为你阿姐排忧解难，你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为她去付出。 你是让我去？嗯，你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？不，阿姐不会的，阿姐不会让我去的。会的。阿姐，总指挥说的没错，阿慧，别令我们失望。好，我服从命令。 来吃，小满，一直也没问你，这段时间跟着我，感觉怎么样？哎，我觉得你小子挺会来事儿啊，一回去就往刘厂长那儿跑。这不是马大虎不在吗？我去那儿帮忙的，他那儿没警员。来，喝酒啊，倒上了，来。 我不会，男人哪有不会喝酒的？来，不行，我真不喝，我说不喝就不喝。行，不喝算了，省得刘厂长说我把你教坏了。来吃，客官你们的菜。我就说这家菜好吃吧。 哥，烫烫脚吧。你新来的吧？我是周大姑的女儿，刚从乡下来。难怪没见过你嘛。那你以后就能天天见到我了。大哥，来烫烫脚吧，可解乏了。啊，嘿，来。 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没关系的，我阿妈说让我好好照顾你，说大哥呀是部队上的人，对我们这小店啊可关照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我看你打得那么好。好，这是算盘。哦，打算盘这个就是熟能生巧，常打就好了。嗯。来来，走走走。 你多大了？今年21。哦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慧。哦，早怎么没听周大姑提起你来呢？我阿妈管我管得严，平时不让我见生人。哦，大哥，你能教我打算盘吗？哎呀，其实我打的也是一般花。你就别客气了，我听阿妈说。 你的算盘在锦屏镇，那可是铁算盘呐！嗨，我们甄科长的算盘打得，别说锦屏镇了，在整个新锦屏那也是数一数二的，是吧，甄科长？大哥，你就教我打算盘嘛！我还没教过别人呢。那正好，我就做你的开门弟子。 我说阿妹子，我们汉人有个拜师的规矩啊，什么规矩啊？要想学得会，先跟师傅睡啊！你在胡说！甄大哥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？大妹子，这水太烫了，都能给你热了啊！热一点好，烫着舒服。哎呀，这烫的没法下脚啊！活人能将尿憋死啊！嫌烫，你就不会等水凉了再洗啊？不错。哎呦哎呦呦，这水太凉了啊！凉啊！这不是挺烫的吗？不是，这水烫的哥哥脚不舒服，加把火吧。 加火！对，加火！加火！加火！哎呦，哎呦，烫死我了！哎呦，你不是叫姑奶奶给你加把火吗？哎呀！甄大哥，那正好啊，我就做你的开门弟子。 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你答应收下我这个徒弟了？答应，我当然答应了。玩什么玩啊？不学太可惜了。好了，走吧。来一根，哎，尝尝怎么样？我就不客气了，我真的饿了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再尝尝这猪蹄儿。谢谢。哎，你自己也吃啊。嗯，陈科长，我敬你。来。陈科长，我们这一大早的就。 大吃大喝，不犯纪律吧？犯什么纪律啊？不让领导知道就不算犯纪律。嗯，那我们今天不回新锦屏了。东西还没买齐呢，再住一晚上，明天早上回去。小满，嗯，你说我对你怎么样？ 我们这一大早就大吃二喝的，当然好了。我是一直都拿你当兄弟。咱们在锦屏镇这些事儿，你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，尤其是不能跟领导说。我知道。哎呀，这事儿要是让领导知道了，咱们俩都得受处分。啊？是吗？ 你别怕呀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有谁知道？来，喝一口。哎，郑科长，我去趟厕所。嗯，你先吃着。嗯，去吧。好。 怎么了？一大早你就喝酒，你不要身体，我还要呢。那我现在就给你，让人看见。那你怕什么呀？我教你打算盘呢，名正言顺。哎。 算盘没了，是不是掉昨天晚上那个地方了？坏了！哎，哎，郑科长，怎么？ 找东西、啊？没有，我上厕所去。哦，那我先进去了。好。什么时候回新京平啊？过两天再说吧，我舍不得你。你该回去就回去吧，别因为我耽误了正事。你要是不工作，没有钱，咱们俩以后怎么过日子啊？咱俩还没结婚呢，就想到以后过日子的事儿了。对啊。 结婚嘛，不就是做个花轿、吹吹打打的，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我这辈子跟定你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。起来，起来，滚起来！你这个不要脸的骚货！阿妈，我求你了。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。你真的想娶我女儿吗？你说话呀！哼，我就知道你们这些臭男人，沾花惹草、寻花问柳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个个都想缩头乌龟，脚底抹油一溜了之。阿妈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那他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傻孩子！ 你都被人骗了，还替他说话？对这种无情无义的男人，只能惩治，不能可怜。南姑，你就说怎么收拾他吧，是用棒子还是用刀子？你说句话。阿妈，你千万不能伤害他。不用我们惩治，会有人惩治他的。把这个坏分子送到部队上去。别！你不能把他送去，你把他送去了，他会受惩罚，会受处分的。到时候他这辈子就完了。 女儿这辈子也完了，不送也行。只要他答应为我办一件事，我就可以饶了他。别说一件事，就是10件事、100件事，他都会答应的。你快说，你答应啊！这什么事儿啊？把他送走！别！让我想想。 这个打火机是个微型照相机，你只要对着那张布防图点上1支烟，事情就算办完了。那是镜头。 点烟的时候，镜头一定要对准那张布防图。郑科长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我没病。有什么心事吗？没有，挺好的。有什么心事啊？跟我说说吧。老闷在心里，容易生病。我说了，我没事。 小麦，哎，郑科长，刘厂长不在啊？我来的时候就没看见他。你要有什么事儿，回头转告吧。啊，也没什么事。我给他带点烧饼。厂长，冯小麦反映的这些情况很重要。小麦，回去以后要对甄世成多加观察。好的。行，去吧。 我看这个甄世成就不是什么好鸟，乱搞男女关系，败坏部队纪律。处理他，把他这个后进科长给我撸下来。厂长，我觉得还是先对他批评教育吧。甄世成这个人，以我对他的了解和这段时间的观察，他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人。 厂长，我建议，咱们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。那行行，你先跟他谈谈吧。老班长啊，跟我说起过的，觉得他的工作作风、工作态度还不错。但是老班长又说他是个有问题的人。老班长说的对，他这个人就是有问题。我看这个身上。 他不单单是生活作风有问题，他其他地方肯定还有问题。你抓紧跟他谈谈吧，别让他越滑越远啊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，我马上跟他谈。另外啊，常务干部要开个会，大伙通通气。嗯，范围不要太大了，表明厂部对他这个事儿啊处理意见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 哎，小玉啊！啊，晚上的事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。如果有什么意外，你可以对侯仲武采取行动。啊，放心吧，厂长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你第一次主动来找我谈话。如果要没什么事，我可不希望找你谈话。说的太绝情了。好，有什么话说吧。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你跟大车店那个女的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冯小麦跟你说的吧？他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甄世成，我今天是代表刘厂长来跟你谈话的。你如果还是这种态度的话，那我就不跟你谈了。哎，别呀，谈就谈吧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觉得挺正常。 军民鱼水情嘛，鱼水情。甄世成，我说话可是有根据的。大车店这碗水，你再这么趟下去的话，说不定你就没命了。现在斗争形势有多复杂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事情你可能知道，但有些事情你不知道。 请你不要再这样糊涂下去。即使你犯了错，甚至犯了罪，组织上都希望你悬崖勒马。可是你再这样执迷不悟，到时候你可说什么都晚了。关小玉，你吓唬我。 甄世成，我是把你当成老同学、好同学，我才说话这么直来直去的。可不希望在这么好的阳光下，在这条小路上，是咱们俩最后一次谈话。世成，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。有句话，也许你还能用得上。什么话？回头是岸。 这药品怎么拿得这么急啊？农场医院急用。哦，小麦，最近有没有听刘厂长说起彭书记的事儿？这个，那刘厂长是不是一直打算让你和甄科长干后勤？那都不一定。不过，如果一直没有彭书记的消息，也说不准。好，我干活了。哎，小麦，甄科长上哪儿去了？嗯。 应该在大车店吧？你看我这还着急走呢，他还不来，急死我了！哎，我去帮你找去吧，别着急啊！哎，谢谢你啊！东西都在里面了吗？干得好！就这一次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干了。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阿慧啊，拿上来吧。这次你干得很好，这些都是给你的奖赏。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这些钱都是你的了，我这个人也是你的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你和你阿玛说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再也不干。他不过就是觉得你欺负了我，让你帮着做点事。做点事？你们当我傻呀？啊，这是让我去送死？ 世成，好了，你不要这么着急嘛。咱们俩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是你情我愿的事。我急，我脑袋都保不住了，我能不急？ 千山和雨。